你跟我推荐什么香？什么香？来这只，来这只。OK 哦。好好你爸爸的名字叫做香雕。阿水，你嘛是识阮爸哦。男朋友啊。哦。啊，这贵哦。你嘛常常一个人看电影。对啊，毕竟我伫台做较冷门啊。这是我的妹，我是一个小来设计师。你若有需求，会你找我。金怡，啊，不是讲要你同我去看电影？金怡，你今仔日敢有闲？我嘛希望有人伫咧无注意的时阵，就甲我当作过。看你条件这么好，这个该拆做滚的查某囡仔，一定足紧就会出现啊！你金怡啊，是你。每礼拜日暗时八点，公司台语台，愿意话厝卡。